现榨出炉的旗津黑轮金黄油亮，里面还有包蛋，超级美味。韩粉摊商之前有到花莲挺韩，这次云林厂当然也不会缺席。业者准备提前一天凌晨要前往云林卡位备货之余，还得营业，蜡烛两头烧。但为了力挺韩国瑜，再辛苦都值得。上回花莲厂准备了50箱的黑轮，这回再多准备10箱，还有花枝丸，大概有16800条。我们原本预计是要14000条，然后又加码了2800条。然后我们的花枝丸，上次准备了10箱。好啊，这次也要加码5箱，来吃香肠哦，香肠瀑布的香肠哦。烤香肠手没停过，香味扑鼻，让人看得口水直流。香肠瀑布挂整排，随时备战。国瑜夜市每场必到的香肠瀑布，从台南杀到花莲挺韩国瑜，现在也将前进云林。整台货车全是生材工具，老板提前备货。之前花莲厂他准备了2000条，这回云林厂预估人潮爆棚，再多加了1000条，就怕卖不够，提前备料，还要准备提前一天前往卡位。还有一些放在冰箱里面，我们先这些，这一次准备了3000条，3000条，是300斤左右。业者从台南北上，这回的备货量都比花莲厂还要多。毕竟云林女婿韩国瑜回娘家，阵仗想必会更大。韩粉摊商蓄势待发，等着赚大钱。记者梁嘉文台南报道。